随着音乐摇摆身体，配上整齐步伐变换队形，让人不自觉想跟着一起摆动。这是美国 UCLA 棕熊行进乐队清晨五点才刚搭飞机落地台湾，139位师生下午马上就到两厅院前进行演出，带来美式足球赛战歌、流行音乐与拉丁风格等歌曲。这是他们暌违七年再度来台。学生手拿彩色旗，百人阵仗整齐的脚步，带来轻快的《航海王》主题曲和《灌篮高手》《小丸子》多首经典动漫曲目。这是日本东京农大第二高校吹奏乐部的翡翠骑士，师生共148人，上午才在圆山饭店进行快闪演出，还有日本民众团热情到场观看。每日乐队交流同台演出的还有台湾的高中乐器队，高难度走位搭上整齐的步伐，旗手跟着音乐节奏，建国中学乐器联队出场。接着登场的是海军官校鼓号乐队，踏着整齐步伐，边吹奏乐器变换队形。副总统赖清德也到场探班，为学生们加油打气，并表达感谢，也欢迎国人来参加国家庆典。也更欢迎了，明天大家都能够来参加国家的庆典，让国家的庆典能够更加的成功，让国人能够更加的高兴，国运能够更加的昌隆。台美日四校进行联合交流，三国国旗放在一起连成线，也象征台美日友好。周二国庆典礼即将登场，除了台美日四校的表演，也安排职棒选手代表领唱国歌，国立体育大学等学校团体大展身手，将呈现最精彩的演出。新唐亚太电视胡宗汉、曾一豪、林天心，台湾台北报道。